拍个路人吧。那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快捷的哈，整个台湾新的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是台湾体制，或者是四大机构哈，总共有四分啊，台湾的四大机构，这个就是属于其中的好，它的原本啊，跟我们这个恐龙啊，哈，是同一个这个时期，好，是我们的绝鼻植物，好，但是现在已经非常久了，它算是我们的绝化石，它有一块很大。